要问我。进展那么快，不是就谈恋爱吗？好不容易可以大辣辣的谈恋爱，对，你喜欢惊喜的那一种？对对对，我蛮喜欢收到花的。哎呦，送你说这个花吗？一、二、三，互相能够依靠的感觉。虽然我们真的是第一天见面，我觉得他那些举动让我觉得蛮……我们恋爱吧，由爱尔利集团冠名赞助。